现在再给诸位玩一套神打小子刀枪不入。买一个吧，多少钱？五分钱。好，给你。哎，哦，真好玩，真好玩，快看看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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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怎么搞的？平白无故弄坏我的东西，快赔钱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姐姐挺好玩的，你看看那个独眼龙，他弄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刀削面大王啊，他做的面可好吃了。这个师傅的手艺真够棒的，每片都削得这么薄，吃起来一定很香很滑。果然是够香够滑。你干嘛打我？哎，出什么事了？他摸我屁股！我什么时候摸？我早就问你不规矩。讨厌！难道老娘我的屁股没有伤别人？我真的没有。讨厌！你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摸别人的屁股！我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回家再跟你算账。小妹，您这块布挺好看的，你看合适吗？颜色稍微差了点。我买了送给你吧，做一套很好看吗？做一套稍微有点土气，那配上那一块好看多了。我觉得有点太艳了，我穿就不成，你穿正合适。你的皮肤又白又嫩，穿上这个就显得这一下抓到了，你说是吗？跟我走。那你也买一块吧。还不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。朋友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这是干嘛？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去看看。原来抓了一个小偷。我给我买。我给。光天化日在街上偷东西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你看这是我的。原来你偷了钱包。我的东西。这是我的，你非要偷东西啊？好好教训。里边两个金手镯怎么没有了？给。拿出来。刚才摸了我的屁股。就是偷了我的屁股。来来来，我头上来了。坏蛋。饶了我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！前线我军已经粮尽谢绝，恩师为何还不快运粮接济？库拉西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替恩师着想。没我头上这个玉印，谁也不能乱动粮械。恩师虽然手握大印，但接济不及，令到我军败退。到那时候，只怕恩师你亦担当不起呀。为师自有分寸，用不着你为我操心。轻举妄动，不但不能把粮械送到前线，还会因此打乱皇上的部署，那时候你我就全完了。刘小汤，刘小汤。乱叫什么？这一步棋可不那么容易啊，你要考虑清楚才好，如果走错了一步肯定会输。布拉西，你不要忘记梁家庄的人不好对付。哎呦，
你没什么吧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没事就好了。糟了，恩师，你的玉印。哼哼哼，真的在这儿？我怎么能那么笨呢？我呀！胡老西，你先别得意，你拿到手的鱼只是半边儿。该死！再加上另一半不就成了？还不快起来！恭喜将军！你这人差点误事，我吃奶的力都使尽了。还有那半边在哪儿啊？你不用担心，胡将军自然会有办法。嗯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大家多加小心啊！是。喂，干嘛要这么紧张？哎，真怪了，王爷的弟弟昨天晚上突然被人杀了，连那半边玉印都让人拿走了。真的？是啊。站住！你什么人？在下名唤疾风。我是从日本来的，是你们王爷请我来的。这封是他的邀请信。请啊。就算了，如果你还真心爱我，就马上走。不成，死也要在一起。哼，还说死也在一起，一瞧见我的脸就赶快跑了。麻风病虽然是个绝症，但能对症下药便死不了的。幸亏我有一张祖传秘方，吃了这剂药后，保证你马上药到病除。肝被老鼠4只，毒蝎7只，隔界6只，蜈蚣20条，蛇头3个，大蜘蛛8只，用3碗水煮成8分。这剂盛传药方还需要用人血来做药引。哎，看来还是用我的血吧，谁叫我这么喜欢你啊？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你故意戏弄我，我打死你！哎，你差点把我吓坏了，该我打你！你有这个本事吗？那你就等着瞧吧！哈哈，头发都给我摘了，没本事！林峰，你已经到了。是啊，师伯，我接到信就马上赶来了。你们先在这儿聊聊，待会儿去大厅见我。喂，过了差不多近一个月，不也一样没事吗？哎，没事就好啊，最怕万一真出事儿，你跟我都会有麻烦的。嗨，你放心吧。什么事啊？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。你听听。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你太紧张了。我总觉得好像有问题。
还是小心点好，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有事发生啊。啊，嗨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跟王爷一样神经过敏。哎，老弟呀，你才来这儿没多久，还是多花点劲儿啊，去看看吧。啊，知道了。这个人半点责任心也没有，真拿他没办法。哎呀，日本老弟，你差点把我吓坏了，你干嘛在这儿装神扮鬼的？这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呀。啊，日本忍者也够大胆妄为，姑父大唐岂能容你任意乱闯？杀了他！哎，住手！他擅闯祸府，必定事有蹊跷。
先把他压下去。走走走。铁头广，在。谨奉呼拉西将军之命，为了增援前线，我军对敌作战，限令于半个月内把粮草军械运送到前线军营。沿途上盗贼叛匪众多，要防范他们伺机抢夺，务必要预先设法对付，确保军械粮草安全。特别在途经梁家庄时，庄主梁政威必定会蓄意阻挠，因此必须要更加小心，不容出任何事故。误期不能到达，一律格杀无论。遵命。退下。这回看来凶多吉少啊。是啊，别在这里乱说。给我站住。你们俩在说些什么呀？没说什么。是啊，我们正在称赞将军你英明果断呢。是啊是啊，这回运送粮线一定会马到成功啊。我们跟随呼将军真是沾光不少啊，说不定很快又可以升官发财。对对对，是啊。嗯，你们俩。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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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啊将军，你饶命，将军饶命啊将军。别做白日梦了，想升官发财到阎罗王那儿去吧。这里是呼家庄，敌军在前线已经粮尽谢绝，他们妄想垂死挣扎，企图冲出重围。正等待呼拉西去救援，呼拉西立功心切，一定会拼命运送粮械救济前线，但是他们必须途经我们梁家庄。我梁振威绝不能让他通过，绝不容许他运送成功。师伯，让我带队伍去截击他们，嗯，抢据他们的粮械。呼拉西人强马壮，我们不可以与他发生正面冲突。阿爹，大哥已经去找图雄来帮忙了。梁大哥，你来找我们是否有要事帮忙？对，是的，不成问题，全听你的。糊涂汉，在。你听着，你马上派人上京启奏皇上，金奴两兄弟不幸被叛匪所杀，呼拉西将军一定会尽快的将粮械运送到前线。糊涂汉，你现在马上带他到后花园吃点点心吧。是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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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梁信，梁振威的事您打算怎么办？他确实不简单呐，不过我自然有办法对付，过了今晚他就会乖乖的听我们的话了。嗯，这回有林少爷帮忙，一定能打败呼拉西。小姐，林少爷真是一表人才。嗯。等候要紧急行事，谁敢乱来，就让他尝尝我的胡招，听见了吧？走。
拜见梁庄主。请坐。梁庄主，在下奉呼将军之命，专程前来向你请安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没那么简单吧？礼物我是不收的，快点说明你的来意。胡将军非常仰慕令爱的才德，特派在下来向梁庄主求亲。我们胡将军与令爱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。哼，别胡说八道，我女儿已经许配给人家了。她不是真的想求亲，而是想找借口要我们让道给他们通过，运送粮械去援救他们的援军。这回我们打败了援军，小姐你就可以跟林少爷成婚了。我才不想嫁给他呢，谁叫他上次有意戏弄我呀。小姐，我看你是口是心非吧。要胡回去告诉胡拉西，叫他以后别再痴心妄想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姐被人抓走了。啊！啊！拿刀来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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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我们走，走，走，追！哎！哎！哎！啊！走！你往那边去。好。哎！快走！快！哎呦呦！上！半个月内押运粮械途经贵庄，如获顺利通过，令爱便可无恙送回。快点，快点！大哥！哎呀！大哥！是爷们儿，把他抓起来！要抓活的，把他放出来透透气儿，我去撒泡尿，你们盯着他。干嘛这么狠？疼死我了！快跑出来！快跑出来！快！
我。哎，我找，我找。哎呀，喂，妈呀，你要我的命啊你！哎，还不住手！我要替我大哥报仇，他是太君要抓的人。哎，你千万不能乱来。哼，这位小姐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我们吃不了兜着走，听见了没有？好了，我们快走。走走。太君饶命啊！太君，好有什么用？还是用力把绳子抓紧点，绳子一松，油倒下了，你们就全被烫死了。饶命啊，太君！你们怎么求我也没用。太君，参汤。你们的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，重要的是抓紧绳子。饶命啊，太君！太君，一松手就死定了。拜见太君，我把他抓来了。太君，太君饶命啊！太君，小鬼很快就要有好戏看了。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！啊！哈哈哈哈！你这个人太狠毒了，你。小鬼，不要顽皮了。压他下去，进去，看住他。是。哎，经常听他说自己的虎爪有多厉害，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。就是啊，跟随他这么多年，可从来没看过他用过。反正我是、吹牛，吹牛，根本不信。好，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啊，不错，是不错，看是好看，不过只怕是中看不中用吧。哼，你理我！是你这个小混蛋啊！你什么时候溜出来的？让你尝尝我虎掌的厉害！哎，哎。你这个小混蛋，哎，哎，这回你们可以看到既刺激又真实的招数了。右爪，左爪，不成啊，汉哥，你找死他，被太君知道了，你会没命的。是啊，汉哥，我才不怕那个老钱婆呢，他整天仗势欺人，这个小混蛋仗着他经常欺负我，我今天一定要找死他。哎，我找，我们不看了，你千万别再找了，你。岂有此理！他心狠手辣，简直毫无人性！你们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！我先抓死这个小混蛋！不行，大哥，那个老子！不行，太君，你来了。糊涂汉，你在骂谁呀？老太君，我跟他们俩正在骂那位梁庄主呢。梁振威这个人一点人性都没有，所以我咒他活该倒死。小鬼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啊，你在那儿练功呢？我来抱你啊！哎呀，小鬼乖，小鬼刚才好玩吗？啊！小鬼，你又在弄什么？
乖乖、啊。别再闹了，跟我回去吧。乖。哎呦，不成啊，还是不成。嗯。嗯。嗯。哎呀！啊。小混蛋！这是我亲生父母给我遗留下来的玉坠，今天被你们毁了，岂有此理！你们俩今天这样糟蹋我，等着吧，我一定要报仇！小青被他们那班人抓去，不知情况如何呢？庄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如混进呼府去。阿爹，应尽快将小妹救出来。对。嗯。但是武伯还没有消息送来，混进去是很容易出事的。庄主，刚接到的信。是否有小妹的消息？是啊，这是武伯写来的信，他知道小青的下落。好。师伯，你安排阻截梁谢的事，我们先去救小青。你想干什么？女儿家怎么可以动手动脚的？咿咿呀呀的，烦死了！你唱的什么歌啊？日本情歌喽。这首歌名叫《乌鸦引凤凰》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乌鸦是怎么引凤凰的。别乱来。难道你不想走吗？哼，我对蒙面人没什么信心。现在有信心了吧？不过你要按我所说的去做。好吧，我暂时相信你一半。啊！进去干嘛？哦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这怎么搞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放我们下来！快放我们下来！快放我们下来！没想到你的身手挺快。想不到你配合的也很好，不错。我就是不想听乌鸦叫，我们走吧。你把门锁上了，我们怎么走啊？这，哎，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了。你是喜欢上面呢，还是喜欢下面？嗯嗯，上下都给你们安排好了。把米背到那边去。开水的送到马棚。哎，菜洗干净送到伙房。知道了。你把米送到那边去。哦。小青就被关在那边屋子里。嗯。哦，荣管家，你来了。嗯。啊，够结实的。哎。哦。啊。等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。哦，哎，荣管家，你把米背到那边去。哎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吩咐啊？太君赐给你一个好帮手，铁头广。在。有什么粗活重活的，就叫他干吧。多谢太君。我们走。是。秋菊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老太君已经对我和你都产生了怀疑，我害怕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他这个人杀人不眨眼，我很害怕。不用怕，恶人自有恶报，他们很快就会完蛋了。嗯。
怕什么羞啊，跟我来，来呀！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儿。快点！来呀！看你这个人比老娘还着急。 来呀！哎呦！站住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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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青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哪个叫小青啊？你是什么人？那你是什么人？今天你救了我，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驾驾驾！打着到处找找。驾驾！走。嗯。秋菊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刚才我们搞错了。 救成那个人，他是个日本人。嗯，他们肯定不会走得太远，大家分散去搜，搜仔细点。是，一定要抓住他们。是，是。跳下去把马扯过来。 快走！别让他们躲了！快！我们快走！把他们赶来追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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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军，将军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别以为能逃掉，我一定要抓到你们。走。不妨老实跟你说，我见到他呀就流口水。我想一定挺相信的。是啊，屁股真够圆的，可惜呀、啊。胸部瘦了一点儿，无耻下流。等汉哥睡着以后，我们就干嘛？汉哥，汉哥，又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商量，把它弄好吃点，给你补补身子。是啊，哥们儿合分彼此，有好吃的，大家一块吃，要补身子也一块补。喂，你知道该怎么办了？我先离开一会儿。好的。好不容易把你偷来，等会儿把你卖了去换酒喝。老弟干嘛呀？练功啊？我这几锭银子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哦，我在银号干了30多年呢、啊、对银子是最有研究、哦、麻烦你替我看看吧。对别人我是要收钱的，今天我心情特别好，那就免费给你看看。是真的，这些银子全是真的。哦，全还给你了。哎，师傅，你的马鞍不错呀。尊马配好马鞍，当然不错了。哎，师傅，你的马鞍卖不卖？瞧你这傻样，光买马鞍有什么用？买马送马鞍。你有马吗？你瞎了眼了？这么漂亮的马你都看不见？哼！啊！师傅，这些银子是买你的马鞍的。这么点钱，想买我的马鞍？加上你肚子里边的。不就够了吗？可以商量，可以商量。快来帮忙啊！快！你要干什么？快点把我放下来！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快把我放下来，把我放下来呀！哎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呦，你的肉真够嫩的。哎呀，哎，嘿。
也够大的。哎呀！哎，哼，你们想拿我小姐当做补品？哦，你误会了，大强、小庄，探哥，什么事儿？把我们的补品拿出来，给他看看。哦哦。兔子。当然是兔子了，你以为是你吗？我名叫姬峰，现在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互不相欠？啊，我叫林峰。嗯？姬峰，姬峰，你听着，我给了你一次机会，让你把人情还给我，但你欠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把人情还给你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日本佬，我们还没拉平呢。好。嗯。你说的倒很对。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但恐怕你没办法还呢。嗨，那倒不一定。你远道从日本来中国，事情一定不简单。你这人还挺灵啊。我这次来中国，是为了寻找另一个日本忍者。十年前，他背叛了师门。我爹只给我留下了这个东西，那个人名叫三原之助，听人说他来了中国，那天晚上我发现了他，跟踪到了胡家庄，还没跟他交手他就死了。其实以三原这么高的武功，我不相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他，所以我认为他还活着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好，我帮你忙。给我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是不是送我回家？可能是吧。哦，汉哥，汉哥，哎，等会儿胡大爷来了，你们要小心点啊。胡大爷？胡大爷享受完以后，也该轮到我们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哎，哎，汉哥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请坐吧。哎哎，表少爷。你不用害怕。上次是不是把你害惨了？没有，我是会武功的呀，气功。你看，这是我的独门暗器小飞刀。哎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，胡大爷叫我来的，一定是送我回家。哎呦！怎么了？
练功。哎呀，练功啊！上次误会了你，真不好意思。其实你是个好人。我知道，有你保护我，我会很安全的。安全，很安全。今天他们给我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一定是送我回家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很难跟你说。总之有很多事情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哎呀！我一定会帮你忙的，一定会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表哥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吧！我没脸见你了，我不是人呐！发生什么事？我不是人，我无耻，我忍受不了了，我该死啊！究竟干嘛？你杀了我吧！你不杀我，我自杀！你疯了！过来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先答应我，不能生气，不能怀恨在心，不能报复。成。刚才我一时冲动抢在你前面，刚才我已经把他奸了啊！你答应过我，你不生气吗？来人！你想干嘛？我自有分寸。胡大爷，哼，老规矩，这小妞就送给你了。多谢大爷。慢着，咱们先送胡大爷出去呀、去吧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。大爷慢走，大爷慢走，慢走。慢走、早晚也是你的了，这么猴急干嘛？他杀了我大哥，还没有机会报仇呢。今天我要痛快的享受享受，然后我才……哼，你疯了，不可以这么干！我的护照，终于成功了。汉哥，汉哥，你不能死啊！汉哥，我不会死的。你看，气功。多谢你救了我，汉哥。不用，多谢。汉哥，汉哥，汉哥，汉哥！
暴露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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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早就怀疑是你了。嗯，令爱在厢房内，哼，这样写太简单点了吧？荣英，你来补充一下这封信的内容。是。告诉梁振威，他的宝贝女儿明天清晨在龙门桥等着他，让他叫林峰带忍者来交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峰，注意盯着他们。胡拉西这个人诡计多端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他就是小庆了，我差点被他害死了。什么？我们按照安排好的计划，你先把小庆抢过来，我跟图形掩护你们。交易开始。走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啊！我不是小青。那你是谁？我是秋菊。那小青呢？小青在这儿呢。你们想跑吗？守住桥头。是。把桥栏斩断。是。把桥套上。是。大家抱在一起。哎呀哎呀哎呀！警报！你们两个，一个差一点害了我，另一个竟无意中救了我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是吗？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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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抓的人不可能抓不到的。
梁振威，看你还有什么能耐阻挠我们运送军械粮草，今晚你的死期到了。原来是你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可真美呀。哎，你累不累呀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我也是一样。让锅里的油倒了下来，你们俩永远也不会累了。天很快就要亮了，蚊子早该睡了，怎么还这么吵啊？有一只还没睡呢。缺德鬼，把我当做蚊子用你拉，我才不愿意跟你们一起死。别吵了，我们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们还有心情再吵嘴？用力把油锅拉高点吧，我自然会有办法救你们出去的。别再调情了，还不快起来，走。啊，将军，将军，什么事？将军，那四个俘虏跑了。有这样的事，赶快把他们抓回来。是，派人保护粮车。快点，不成啊！快点，这个可以了吧？这回如果再让你们跑了，我就不姓呼。不姓呼？那就改姓跟我们姓梁吧，大哥。那就看看，究竟谁要改姓。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，上。哎，二，哎。
着急。哎，啊！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嘿，嘿，哎，那个小混蛋躲在哪儿？我猜他在那个老钱婆身边。我说他在那个丑八怪身边。拉！
我们去找林峰他们。
敢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我差点被三元支柱给打死，我又欠了你一次人情。我们俩可算拉平了，现在我可以回日本去了。我帮你救了小青，我们俩一起杀死了三元支柱，刚才我捅了你一刀，便了结了这份人情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拉平啊。你又欠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把人情还给你。